伊个硝酸钾，若要喷水流，爱用几杯？这里、国际硝酸钾协会推荐的是八百倍哈、就是讲伫页面上，他建议用八百倍啊，从500到800这个中间呢啊，拢会使用哦。比如讲，伊伫这个做米一段时间哦，做米一个时间呢啊，你若喷药啊，你加这硝酸钾哦，500到800倍，你若无其他的物件咧染吼，啊是讲这个浓度上，因为水流吼对于这个。表面上的这些高EC呢，这个耐受性较高、所以可以用加500倍、500倍还不会说无啥物问题、你也是常常转，比如讲咱滨海较济，咱可以用加800倍、有的人讲300倍，一般来讲300倍对这个水流对这种硝酸钾这吸收不是好事哈、而且有当时啊，你这物件那是用的。含其他的这个药啊，做伙有当时啊，较无讲介好，所以一般啊，拢会推荐讲含药啊做伙用的时阵，你通常是爱用页面上吼，伫水流500倍起跳。啊，你也是讲单独，我拢无从别行，你别用300倍，其实也是可以的啊、所以就咱听众朋友呢，小做姐姐参考吼，这大概这个倍数，你也当安尼来改这使用啊。